藏经好在哪里？简单明了，一点都不啰嗦，把真相说出来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在所有现象里的起心动念，你多可怜呐、啊，你多痛苦、啊。谁给你的？自己给你自己，自作自受。啊，修行言在色相上修什么？不起心不动念，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就叫真修行。言在色尘上入定，般若经讲原理，让你懂得事实真相，让你放下，放下就成佛啊！放下是佛境界，不放下六道凡夫境界。